家好，我给大家就是我不新买这个麦饭石这个锅嘛，这锅吧它得就是说的为了达到这个就是咱们煎鸡蛋不粘这个效果，得需要按它这个说明得需要做几步，那么我就按照它的说明做啊，就是用那个洗洁精或者用醋，用那个就是白醋，兑温水给它整个就是这个锅身呢就全部用清洗一遍，清洗一遍，清洗完之后完了就用那个让它晾干，晾干之后完了再用油，用油用抹布给它蘸着，热油用热油烧热它，烧热完用抹布也使就是这锅的周身都沾上油，这样式的才有它什么物理性不粘的性能，才能够体现出来，才能有最佳的功效，就是就是加那个样子，就是油均匀的拖到那个锅的周身，这样可以使锅达到物理性不粘的最佳功效。那么我就操作一下，好，按照你有时候咱们这锅新锅到家，你要是真是不处理好，这新锅到家真是不处理好，有时候真是它那个，当时我就想指定它需要做那个使用前的处理。当时看刚才看了仔细看了说明，真是哈好，那么就用热水哈，那咱们就来用热水，这是热水得和酒精兑好了，对，好嘞，好，那么就是给它清洗，这叫他说的清洗，那咱们得清洗吧，哎，他说的。他说的里外都晾干了，那么说明是外边也得用这种东西清洗去，那外边咱也用得清洗清洗，哎，那外边应该是找个盆儿啊什么的，我先倒这碗里头再倒回来，他要外边清洗他不得这么清洗吗，哎，就这样，他说的周身锅的周身都得这种用醋或者是洗洁精，我这是白醋啊，白醋炖的温水，就是这些它的物理性能不经过这个使用前这些处理，它可能真是这种功效不能够最好的体现，哎，那就是来，他说是什么干自然风干吗，看看这说明，我看说明是写的是内外擦干啊，擦干就可以，擦干之后完就得用油啊，对，你说这啊，可以的，你是说是这个屉呗哈，对啊，那屉行，屉也给他那啥弄一下，就是哎呀这给他干掉，这说明给他干掉，哎哎，这样戴着就不妙了，它一加热它就该，哎，好，还挺好弄的。用这个干抹布给它擦干净，擦干，完了再加上热油。其实他说是没说剃，没说要洗剃的事儿，正好咱有这个水就把剃洗一遍得了，把剃。温水，来，顺便把这盖儿也给它清洗，搂草打兔子，给它一勺来了。这回都是干干净净的了，用醋杀的是像杀菌一样，给它洗干净了，这就没啥用了，倒了吧，这就搁着吧，留着刷碗。第二步，这锅醋里的第二步就是用加热，看看啊，加热放热油，完了用抹布把这个
这锅的周身全部用油浸过来，这样它不粘的物理功效才能够体现出来哈。那么咱们就认真的按照一说明，说的去做哈。就来，这个我已经把锅打开了，收。后边有没擦干的？他说擦干嘛？这没擦干的。好嘞，加油，得多放点油进。好了，酱油酱锅的周身全，先让它烧好，烧热再说吧。先烧热它。看我新买的裙子。这个刚才有网友在评论区问我这个这半袖在哪买的，买的一会儿我就是打到一会儿我就在评论区回复他，想要看的能看到啊、哦、这才花69块钱，这个特别好看，而且还有黑的，我还想买一个黑的，真是挺值的，这个穿上你看我现在这么胖，穿上不磕碜这件衣服。哎，已经热了吧，看油锅已经热了吧，嘿，热不热？哇，热不热？他说的用抹布哈，用筷子把这油。我说热，我说穿了。不是烧，越烧热越好。不是，你整完再烧热了，那要是就烧变色了。什么太热了？那就成衣不完，使劲烧它，那锅变色儿不好看。你说啥意思啊？现在你就够热就把那锅穿了就行，你就现在就关它呀。对，把油撑够了就行。这锅的事不行，不算太热，太热容易把锅烧黑呀。对，你没看刚开始，那油没进的时候。哎，它这锅子一开始我打开，我以为是黑色的呢，结果不是黑色，它是深灰色。但是深灰色，看我这个光线不是很好，是深灰色的。再热一热，你不能不热，他说用热的嘛，用热油嘛，我看看说明。浇少量食油加热。并旋转锅身，令食用油均匀地铺在锅内的表面，或者用筷子，夹住这个餐巾，使这个食用油均匀地涂于锅内，原则上就是锅内表面均匀地吸收油分，这样可以使锅身达到物理性不粘的最佳功效。待，锅身自然凉却后，就可以使用了。就是等着，就是咱们加热完了，锅身自然凉了之后，咱们就可以使用了。完了，咱们就用它煎鸡蛋，看看是不是能够达到这种不粘的效果。哇，这家伙，你看这油全粘到抹布上了。好热呀，不敢动了。这全是油了，再多热一会儿好了。那么我再加上点油，再给它加上点油。刚才有点早了，这个整就给它整彻底的。刚才就是这个抹布下去有点早了，过一回试就给它整好一点。好嘞，这又热了一会儿了，又热了一会儿了。完了就是，完了这锅你看就这油让的油周身都浸到油，现在这油锅吧已经凉了。那么咱们继续开始煎鸡蛋了，看看是真的是不粘锅吗？哈，好，开始煎，已经凉了，开火，火锅上得了1600度，
好了，给它煎蛋。那咱先不放油，那咱们那个视频上都单手突出卧鸡蛋哈，这里不放油，咱们看看到底是，因为这油是不是刚那啥嘛，冷却了哈，咱们看一看到底能不能粘。好了，已经热了，给它徒手打鸡蛋啊，单手打鸡蛋看看。哇，这也是，不集中。这面再来一个。打的不远呢，这什么意思呀？放中间，这中间再来一个。哎，这个还可以，不应该往边上打，这个往中间打。看看是真的不粘吗？喂，真的不粘哟！哎呦，真的是不粘呢，它一动就起来了，哇塞，是真的耶！而且确实是不粘呢。不过这形状怎么这么磕碜呢？看，确实是不粘。哎呀，哇塞，真不粘，不是假不粘。这咱们普通锅是找的粘在一起了哈。哦，哎，这黄再硬硬，要不这黄就散了哈。黄再硬硬，哦，好，再硬硬，这黄再硬硬。功夫吗？没有白费呀。哎塞，真是不粘哎，真不粘。嘿，哎嘿，翻车了，别翻车。不应该往边上打，就应该往这儿打。我再打一个试试。这还是往边上流啊！怎么就不如人家煎的好看呢？这是煎的最漂亮的，这个是真不错。要是咱们搁那个平常咱日常的锅要煎的话，是不是粘的哪儿都是？是不是？粘的锅到处都是，真不错，挺成功。好了，一会儿看谁这锅确实是不错，确实挺成功，真是一点也不粘。对，谁要买这个锅，我给大家都验证了哈，确实不错，可以放心的买。就是咱们那个西瓜视频那个平台上就有，就这个锅。特别那个啊，不错，拜拜，再见，希望大家对我评论、点赞、加关注。